你是怎么当主任的？狗丢了你都不知道？今天要不是我，他就变成狗肉全席了。这狗还挺可爱的。可爱，喜欢人家就摸摸头，不喜欢就丢到一边，朝三暮四，朝秦暮楚。你对得起我？你对得起我们让一让吗？让一让？你说他是让一让？那我家这个是谁？像啊，那这个是你带回来的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不是怕狗吗？怎么还救它？这么紧张我？和狗吗？和谁的狗无关，这是作为律师最起码的正义感。那么从律师救他的时候，是不是还用法律手段威胁人家来着？管我怎么救的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还不是因为他长得像让一让我才领回来的，哎，至少有一半责任是你的吧？那我负责领他回来，你负责帮他找回主人，就这样。哎，那今晚人家，哎呀，你要是不认生，我不对你负责还能怎么办？再来吧。谁是你女朋友？不行，我不能再这么跟她暧昧下去了。丫丫，我走了啊，你可不许咬沙发。您早饭我自己买，以后不用准备了，谢谢您。他这是又怎么了？早。你听说了吗？这次咱们得了冠军，院里啊批了一批奖励经费，让咱们出去活动。好事儿啊。那你们女孩都喜欢去哪儿？嘿，去哪儿都行，我也不挑。有你什么事儿？关键时刻掉链子。你回来了啊？家里事儿处理完了？完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会白白窃取你们的胜利果实，我是自费带家属去，不行吗？行，看在三宝的面子上，勉为其难带去。阿杰，我对不起你。我把私人获奖的合照发给我妈了。你活腻了？你这不是暴露我吗？我给你打个马赛克，码的雌雄莫辨。那你对不起我什么？我妈非说我码的是我女朋友，转手就发给了你妈。大一听我都有归宿啊，一顺拐枪口不就对准你了吗？那你说的什么？我应该说什么呀？你就说医学证明了，少管闲事，长命百岁。那我才是真活腻。我怎么也想不通，你说没我，你们怎么赢的呀？就是没你才赢的。哎，这三剑客，组团出道都绰绰有余，太配了，是吧？你站的 CP 够多的吗？多放点心思在工作上吧。春真，快点！
来了，走啊姐。谢谢老大，从容早。大家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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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院里决定大家都知道了吧？这笔钱打算怎么用啊？要我说，咱们露营去吧，这都说了好几年了啊。行啊。哎，我记得咱们上学那会儿每年都去哈，但是进了云集，传统就给断了。怎么样，温少卿？好啊，让院里排个班，咱放松两天。对呀。你觉得呢？我的意见这么重要吗？那我投出我宝贵的一票，听你们的。既然全票通过，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，我就跟严主任交差了。嗯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时间定好告诉我。走了，那我也撤了，老大。你给我过来，我有事办。你在生我气吗？没有啊，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？那今天早上你贴在门上的小纸条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的意思，以后不用给我送早饭了。可你前几天不还吃得很开心吗？还挑剔我手艺来着。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理由一直麻烦同事。我们只是同事。还是邻居。我们只是邻居。温医生，我们之间除了同事和邻居还能是什么？我们之间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是你的狗保姆，别忘了把钱给我。今天怎么伶牙俐齿的，话都让你说了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有事儿，露营的事。不好意思啊，忘了说，你们的露营好像跟我关系不大，我不去。你是钱包，你不能不去。现在不是了。hold 住了，没输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温医生，据说医院给你们奖励了，是什么呀？专属杠精。啊？